给自己画个草莓，看看喜欢的邻居是什么反应。你找我呀？哎，你把你小电驴借我用一下呗。哦，嗯，看什么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在家呀。可是我敲你家门好像没有人。啊，是吗？你几点钟敲的？9点10点。哦，那个时候好像在和外面在和朋友开黑呢。朋友？啊。女朋友啊？什么女朋友啊？不是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草莓啊。什么草莓啊？你还装是吧？哎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这么大的反应啊？别碰我，我嫌你脏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脏了呀？你一个没有女朋友的人，啊，你怎么会有草莓呢？你自己说。对啊，我都没有女朋友，我怎么会有草莓呢？你问你自己去吧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保持距离。你喜欢乱搞，你就去找别人，不要来找我。哎，我怎么就乱搞了？哎，我怎么就乱搞了？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那你自己说，啊，你这草莓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自己画的，我自己画的，你看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，对吧？哎，干什么？生气了？对，你哪来的口红？一个男的怎么会有口红呢？对啊，那这个不是吗？这不是你的口红吗？这不是我的口红，我没有这样的口红。这真的是你的口红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了，一会儿是草莓，一会儿又是口红。你能不能真诚一点啊？我很真诚啊，从现在开始这个就是你的口红了，我送你了。送我？谁送别人二手口红啊？哎，不是，这是新的，我刚买的，我还有购买记录呢，给你看看吗？啊，不是，你搞这种事情干什么啊？你是小孩子吗？我就是想看看你吃醋什么反应嘛。谁吃醋啊？我可没吃。给我。啊，嗯。把脖子抬起来。啊，干嘛？抬起来。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呀，啊，你？没有我的允许，这个不许抬。这么麻烦，要不你再亲一个算了。是也行。